上一集的泳装拍摄，大家在水柱狂喷狼狈的状态下，也都顺利的拍摄出了时尚美照。你并没有在每一次的比赛里面有一些进步，而在这一次你的表现里面，你完全没有重点。而年仅15岁的陈思凡表现得不尽理想，惨遭淘汰。剩下的12名选手今天会有令人惊艳的表现吗？考验开始前，我们要先请到潘若迪老师带领大家先跳一段健身舞蹈来热身一下喽。今天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对不对？那刚才我有说过，在之前应该把该交代的事情应该都交代好，对不对？照片放在第几个抽屉要跟家人讲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放个音乐先热身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信义区的大型健身房，在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中，参赛者们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器具，并且演绎出力与美的时尚美照。今天同样请到平面拍摄经验相当丰富的詹乃真与郑奇峰，在场边担任客座老师，随时指导参赛者们的表情与姿势。好，准备好了哈。可是你这样，你手会不会遮掉太多了？那我觉得你还是要点力量啊，不然你拍起来会很好像只在做动作。来，1、2、3，好，脚的力量还是没有出来哦，那脚的勾力没有出来哦，那太软了哦。右脚要打直，注意表情的脸有点尴尬哦。来，1、2、3，躺下还是感觉比较没有力量哦，啊，那睡觉一样。来，1、2、3，手嘞，手的握住不要握那么紧，要到前面来，那线条才会好看。再往后面移一点点，对，然后这个撑起来哦，这个还不错哦，对，这个线条有出来，这个 pose 不错，这比较有感觉的啦，对，这个 pose 不错，表情，差你的表情还是一样哦， pose 很好，表情，好，准备了，你自己准备好，先 hold 住哈，表情要一次到位哈，1、2、3。大家都会想说很运用运动，其实有时候不用太用力，或者是你可能可以拉开身体肢体一点，有没有？拉开。注意眼神，你可能可以是正面，因为你刚才是这样子，你就会变眼白太多。我知道很多新人都会想说要看镜头，可以看镜头，但你看镜头，你可能脸部，你可能可以是一点肯定的，要看都笃定一点。眼神有没有看到？他的眼神都一点很利落，我要就是这样。好，再来哦。好，不要看太高。对，低一点。好，慢慢转过来。脸，对，眼神，手不要过来，手不要跟着过来那么多，好，可以一点点，不能那么多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再来啊，再回来一点点呢，好，好，然后，好，注意眼白，好，眼白又是这样，没办法，旁边感觉很多。很多声音，然后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表现好不好，就是很紧张。不要淘汰我！要就压下来一点，对，拉下来，对。然后你的这个地方会有这个肉的折线，你尽量避免掉。小心。对，OK。
脚可以再拉高一点，没有关系。一，偷偷踮脚也好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不错啊。你可以这样子 hold 住，不要用手。对对。好，来喽。一、二、三，顶起来。对，没错。对对对，好多了哦。你可以一二三 hold 起来。好的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再一次喽。一、二、三。好。用力，不要莲花指哦，不要莲花指。好，来。一、二、三。你要好看，你可以抬起来 hold 住。对，就是一个那个动作到就好。一二三，我看一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就好。然后手再稍微开一点点，不要那么密哈。准备哦，一二三。对对对，有有有有。好，表情可以再放松一点点哈。手法遮太多，你现在可以绑马尾吗？在眼神呢。马上，你马上收一个马尾好了。好嘞，一二三。哦，不错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再推一点点就好，一点啊，一二三，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嗯，一二三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其实你可以这样子，眼神，眼神蛮重要的哦，好，曲线，曲线再拉开一点哦，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很好哦，好，你也可以这样子，没有关系，这样很好，对对对，你也可以这样。这不错啊，多一点性感一点。然后你这个裙子，你就可以上来，另外一只手，对，就有点那种力道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降低降低，好 ，OK 哦，对，这样很好。好饱哦。你来了。不是，我现在脚非常抖，因为刚刚的 pose 是要这样一直半蹲一直半蹲，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还欠缺磨练。整个力道都不够，哎，都没有去想说哦，我现在要做什么，没有把心放在这个里面，你懂吗？你只是哦，啊转一下，啊转一下，很重吗？哎，你才一片哎，手都倒了。正常几片，老师？15。啊，才一片哎，至少拿个两片嘛，不然哪有力量啊？那看起来都平的，你要吗？